上课。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第16页啊，那么提塔尼加开始。大家还记得吗？上个礼拜的故事我们是翻到哪里了？就国王带了一些人，带他军队，然后因为雨季没有办法离开，然后那个富翁就要招待他们。就是说3个月对这个富翁来说不成问题的，他还是可以继续招待，对吗？对。对。好，那我们就开始哦，从甘玛提塔伊嘎开始，我们先看意思啊。就是甘玛提塔伊嘎，这是负责人的意思。负责是不是人，这个字是阳性还是阴性？这你查了吗？我没有，我查不到这个字，我查到是阿达他亚嘎。好，稍等一下，查一下。看起来好像应该，等一下，看起来好像是阳性的样子。是阳性啊，阳性。阳性啊，对，不过这个是阳性的形容词哦，听得懂吗？意思是说可以啊，你还要再加名词。要加在哪？对，哎，奇怪，你可以。OK，可以。好，这里我们就加深了。因为那把火地的关系，对吗？这里那，哎，不是，阿罗杰松的关系，对吗？对，哎，对，阿罗杰松是什么事？是过去式第三人称复数，好，来。所以这个句子的主词是 gamma di ta ika zana 工作负责的人们，然后阿罗杰逊告诉了，还哦，不，来没。了，来了，阿甘达瓦来了。然后阿罗杰逊告诉了 Zetino 给富翁，然后就开引号。对。那后面整个句子都是引号里面的内容。好，我们先看一下，分2个句子，对吗？对。就是我们以这个逗号来区分。第一个句子主要动词是什么？Natty。Nati。大家看，nama asantang，asantang 是什么意思？是不存在，没有。不存在或者没有的意思，对吗？哎，这个是来自哪里，大家？来自那个三塔。来自阿萨这根对吗？接安达巴扎亚对吗？对。然后阿萨接安达那个大家知道散打对吗？散对，打之前我们学过散打，接在前面就是没有的意思对吗？对，好，那。没有的话，这个就是形容词，三当对吗？三当告诉我们什么？所谓的什么东西，那个什么东西，这里就是中性单中数，性，对。所以我们这里就接 what 就好。所谓的东西，所谓的没有的东西，
听得懂前吗？面还有个安啊，阳，还有哎，安阳，啊，怎么翻？那么所谓的安阳，其他的，其他的没有的东西是没有，没有的东西，哎，阿三达没有，这是什么挖意思？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别的东西了。等一下，所谓的其他没有的东西，没有，没有，哎，这两个否定，对吗？对，那是什么意思？苏林师姐，你觉得呢？不太懂，不太那懂，就是有咯。有对不对？有多不多啊？君豪呢？你觉得？哇！知道吗？杨更先近。生，对，君豪先生。所谓的没其他没有的东西，没有的。材料不够，材料不够吗？材料不够。养心法师呢？你还没有开麦克风？不懂他的意思，不懂没他的。有又没有。没有又没有，对，意思就是说什么都有的意思。哦，没有没有，我知道其他没有的东西，了。哦，其他不存在的东西，没有的，就是都有了。就是什么都有的意思。大姐，哦，怎么会讲话这样奇怪？对。五三九四了解吗？这句话跟又后面那一句，对，但是后面它会有怎么样呢？就像中文什么，我什么都有，就是，我不缺什么东西对，啊？哦，那这样我都知道。所以本来这里我们可以翻成可是哈，是。是。是什么？大姐看你现在意思啊，帕塔是饭对不对？对，巴扎那是什么意思？主，主这是什么巴扎呀？这又把这呀，有巴扎呀啊，把动词变成名这词。个名字，塔鲁尼，塔鲁尼是什么姓？塔鲁是尼中是性，种姓，是中性复塔鲁数，的意思。然后那巴魂蒂就是不够的意思。啊。那这样怎么翻？就班纳可是，然后主词是巴扎那达鲁尼，煮饭的柴木，然后那把红底不够，然后巴拉嘎亚萨给军队。所以现在问题出现了。因为他们要，因为富翁要照顾这些国王、富翁还有军队，对吗？这么多，对，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木材，因为我们要煮饭需要有这个木材，那个时候还没有电锅，对不对？要用木材，现在没木材不够，那怎么办？等一下我去掀翻了。再次复习，กรรมาธิการิกาชนะผู้เจริญมันอาคันตวาหลายเลอะอาโรเจสูงก้าวสู้เลอะเจทิโนเกฟูง
然后就开引号啊。那么所谓的安阳阿三当沃土，其他没有的东西，那体没有。本来可是帕达巴扎那哈鲁尼，那煮饭的柴木，那把火的不够。พละกายสะเก่จินตุ้ยจังใจจะอยู่วันทีมา没有问题。ไม่有วันทีอ่าแม่เจ้ชื่อชื่อสิงชินหาอะไรเจ้ชื่อว่าที่เสียตัวเด็ก我吗？ผู้วงอ่าผู้วงผปาลีอยู่ที่สมอปาลีอยู่ที่สมอผู้วงเศรษฐีโสเศรษฐีโสเศรษฐี你还记得吗？这个เศรษฐีเจ้าผู้วงคือใคร个太阳产业เศรษฐีอ่ะคือใคร他是那个，对对，Visa 卡的爸爸。对，要稍微复习一下，不然的话翻到一半不知道谁是谁啊。So, 写题那个富翁，然后就要怎么开引号？啊，这个应该是哈哈。说哈，了吗？对，说了。好，第一个句子，咔嚓嚓哒哒是什么意思？啊，俊豪不见了吗？嘿嘿，对呢，俊豪，回来回来了。啊，啊，哎呀，哒哒是什么意思？大大是先生。先生一个人吗？还有，真的吗？哎，不对，是复数，先，哎，要什么？先生们吗？先生们，然后主要动词是哪个字？主要第一句主要动词是你为什么要那个讲这么多啊？不是剩一个字而已吗？巴加达。啊？哪主要个动词。巴加达，字？最后那个、哦，卡嚓塔，巴加四个达，字。巴加，哎不，嘎加达，这我查好像是名词，应该是巴加塔，是吗？你真的不知可道是不吗？是吗？它不会树林，我刚用字典查，养心法它写师，竹林，咔嚓应塔该是什么是字？你们去呀、对呀、啊，你怎么会翻成森林了呢？我们不是常常看到咔嚓塔吗？对，你怎么会把它翻成森林了？咔嚓塔去，对不那就对？是什么去，数？那要这样，命令是，第几人称什么数？哎，是第二人称复数，所以要加东黑。东平。啊，怎对，么我样？就，怎么换呢？请你们去东黑，请该敲打。你们去吧。去做什么呢？对了，看下一句哦。下一这一句，句主要动词是哪个字？是巴加塔，对，巴扎塔啊，就是因为引号在这里。哦，巴扎塔，主词是什么？主也是一样，东黑一是样。第二人称复数，东黑。对，请你们怎么样？中间动词。亲们，中间不只是嘎大黑大哇，什么意思？拿了拿拿什么东西？我们看拿，呢。以马斯明他拿，嘞，这第七个这个城，在这个城吗？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什么？大家看呢，巴里钦呢，哈提萨拉他有，巴里钦呢是衰，老衰的意思，哈提就是。
大象，沙拉就是停，阿提欧来是阿提，就是等等，对吗？对，我们在这里加沙拉哟，沙拉哟，就是什么？请你们拿在城市里面的什么老衰的象亭？什么叫象亭啊？就是养大象的地方，懂懂吗？象群吗？象大象亭，的大象的象，象像群很大象的。群吗？群体的群，不是不是不是，凉亭不的是，亭，啊，凉连亭着的的，亭，象亭的，对，拿老衰，象亭等等亭，可以吗？等等亭，还有呢，我有没有看到咋？有看到两个多一字，个，有 A 过，跟。跟什么？加那嘎尼，给哈尼，对，这个是可以，亲那嘎尼可以形容 K 哈尼，对吗？对，其实巴里亲那跟亲那嘎尼意思是差不多，我们也可以翻成老衰的意思。拿了什么？跟什么？跟老衰的。给哈尼加吗？对，加，然后再怎么样呢？把它。恰恰，巴扎塔恰威恰是，尔，你怎么会忘记这个词呢？巴扎蒂什么意思？恰的，也忘记我们，哇，主，哦，主拿对不去对？煮，对，拿去。主，拿去好。煮或烧，烧，这句话，这个句这整段是什么意思？请就电是脑把它剪成白话。请负责人去把那些老旧的象亭的那些木头，还有那些老旧房子的木头，把它拆了，拿来做成烧饭的木头。对对对，这是白话的，了解吗？了解。我们看所写题那个富翁说了，东黑，请你们开始，对不起，哒哒。先生们，东黑，请你们开车塔去吧。东黑，请你们开黑的瓦拿了，伊玛斯明那克雷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什么巴勒琴那哈提萨拉他有萨拉有老帅象亭等等象等等中庭刚才忘记翻译了。就拿这些等等，体重停，两个咋跟亲那嘎尼，老翻成老舅好了，老舅的 K 哈尼家，然后怎么样呢？把这塔煮吧，煮就是拿去当叫什么燃料嘛，难料。对，就是煮的意思，就是煮的意思，可以吗？师傅，那可个以，Java 就是是什咋么？接 A 哇？咋接 A 哇？咋是根吗？对，两个咋是根的意思。哦，就拿了老旧的象亭等等亭跟老舅家，老舅的房子，可以吗？可以。就是因为工作人员就说现在缺乏木材，所以富翁就说：“那你就去拿这个老旧的养象的那些亭吧，还有老旧的房子，就先拿那些当做煮饭的木材吧。”好，下一句，请养心法师来。就主要动词阿迪干多，等一下，有没有看到逗号？
有，逗号这把里账就表单示呢怎么样呢？它有分一句子的，句，前面是一个句对，子啊、哦。对，把然后单单呢是什么意思？把账是主，对，加什么把这样？加安达把账呀。对，为什么变成班詹达囊？理解各位？第二个格位，阿囊哦，阿囊。啊，那是，啊，翻一下这个古拉表，古拉，中性，古拉是甲，中性古拉表。哦，有，啊，那是第六个跟第四个格位。对，好。如果这样出现，句子里面只有两个字，那是什么意思？就要加字啊！当然要加字，要加什么字呢？哦，加什么字？嗯，其实这个就不是晓得。插入句在加，我哦，们这这里是要插加，入句。因为这里是第六个位复数，对吗？对。啊，如果你要加简单一点的字，当主词加什么字？哎，我的，不是我，谁主？不你是，们住，不是你然们，后你这个不是引号里面哦，是在引号外面。引号外面的人就好，人。人呢、哦？人呢、哦？就人们住，对呀，法律是什么？巧南。这里是班詹达囊第六个位复数，主词是什么？主词是抢呢，中性抢呢你，啊？怎么会变成怪怪这的，样呢？好，不是中性，养心法是翻这个，不是不然，阳性，阳性，阳普利萨，性，Risa。嗯，有，对，然后你看第六个位复数是什么？对，就是布丽莎呢。对，所以普利萨变成灰萨呢，才能变成什么？恰那呢？对，才能呢。太难了。刚才被讲过啊，班詹丹呢，这个对，中性就是阳性的，对。对，六个六啊，可以吗？对，当什么人们如此当主，人们如当人此们也主，如此主的时候，也如此主，有的时候嘛，所谓的如此主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用这个老旧的。这个凉种，亭、对，还有那些老房旧的子。房子，对，这样一直做的话，啊，他妈说阿迪甘多，嗯，主要动词是什么？阿迪甘多，那滴感都对，大家看一下，这个不是按打巴这样哦，就是打巴这样，记，哦，阿迪甘多是超过的意思，超过对，啊，他妈说玛莎是什么意思？他们手有一玛个萨是月的意思，就几，NASA 个是月。月对，哦，啊，它一半，但是这个不是半月半个月的意思哦，就是一个月半一个半月，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哦，超过一个半月，对，一个半月。那半个月是要怎么写？我对，要复习一下那个。就我毕业查一下，毕业很久没有翻，我毕业再补给你们好了，好，好。啊，他妈说，啊，一个半月就过了，然后呢，就过了啊，对，然后打到不那比。都是在卡罗尼那提提阿罗在因素啊，我们看这个句子的主要动词是哪个字？
外面的话吗？当然呢，哦，是阿拉阿罗扎音什么？对，这是什么意思？告诉了对，是什么是第几人称什么数？第三人称复数，啊，过组去织是什么？式，组织。主词是他们，人们吗？啊，接人们，接人们好了。嗯，人们，那就打勾，我这里翻成什么？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然后呢？人们，不呢？是不人，是？我那是又还是在？再一次，对吗？再一次，然后把比是也，也再一次，再一人次怎们么样？再一次也。告诉了，告诉了，然后还引号，对吗？对，然后就是打卢尼那提，那提是没有，对，哈罗尼呢？打卢尼刚刚而是已，刚刚，中性。这里，嗯，哦，那个就是木材吗？材木。对，哈罗尼那体什么意思？没有财木，没有财木没有，对吗？财木没有了。对，就是说已经烧了。这个凉亭，烧很过，多中庭，还有什么旧的房子，嗯，现在怎么样也不过了，对吗？那怎么办？我们往下看呢、哦。林师姐来。再来自下一句，下一段是一个引号，那就引号到那个巴扎塔结束，然后外面要开引号，应该就是那个索西提，就阿哈说了，就开引号。对，然后第一句就是那个不能的句子，萨那嘎句主对吗？词，对，萨嘎句，萨嘎那句主，是怎么翻？第一个，第一个先要找第三个格位，第二个。第三个，然后第二个再找萨嘎，再找东，可嘎，是。可是那个财木为什么看起来不像第三个格位对呀，所以就不是嘛，啊？嗯，就不是。所以要自己哦，加，对吧？那要自己加，对，那就自己这加。里我们加给那几，给那几，给那几什么？差，你那。听得懂吗？给那几，给那几，翻这个，给几那个表，代名词的部分。几给那几就是第三个格位的数，第几页？单数。55页。55页，有没有看到给那几？嗯，第三个格位的单数，对，所以我们阳加给性。那在后面可以，对吗？嗯，伊玛莎明在这个时候，给那嗯，底下在呢，这个时任候，何人怎么样？所以说明不能，那啥嘎不哦，能？不能获得拉拉通东，这是东巴怎样？啊，沃德，不能获得财木，都为他努力，中财木对吗？这是嗯，重，中性，第二个格位复数对吗？在这个第时二个候，这就是富翁说，在这个时候，就是任何人不能获得财富。获得财富，对，就是说现在不容易找财富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往下看，下面的句子是哪个字是主要动词？主要动词就是哒哒哒，
把着命他。令是按着他，命令是第二人称复数，对，所所以做以这就要个加东黑。中年，然后东海来，梦，中年这里，中年，然后来，东海，你们就请你以们，瓦里，对，请你哦，们对对，请你们，，with 请你们 Valentine，就以瓦里的瓦打开，打开什么？图打萨死火塔卡拉他，尼。出萨库塔卡拉尼，那我们看衣服仓库。Tusa 是衣服，Gota Gota 是不仓差，库，仓库对，阿卡拉尼是啊，家，克拉尼对，家，请你们打开衣服仓库家。就是打开怎么样呢？就是衣服仓库的。就是收藏衣服、仓库的那个地方，了解吗？所以它这个家是指衣服跟仓库的地方，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家，是吗？对，没错，这就是哦，就是放衣服跟仓库的地，哦。对，然后然呢？后嘎多哇，第三个格位出现了。对，啊，我们先看意思。What do you 就是灯芯的意思。东西，灯芯就是第二个格位，我第二个第位复数。Latio，我第有，灯芯对。然后图拉萨达给伊，图拉是粗大的，那啥打粗给糙你，的，萨达嘎是衣料的，第三个格位。这是什么意思？粗大的衣料。用粗大的衣料做灯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怎么念？哪个字？不那是行吗？底有哦，瑞灯蕊。呀，对，我也是有边读边啊，灯蕊才对。这个瑞吗？蕊是三个心。这注意是哦。这样写吗？注意，对，但这个字应该是念"心"，因为"蕊"所底以下这有个三，应该有三个"心"才对。你们知道灯芯吗？知道，那个油的那个，对，用粗大的衣料做成灯芯，听得懂吗？东西，好。就是说，一开始它是用木材，对吗？但是现在木材没了，就改成用什么？用这个比较粗糙的衣服拿来燃烧，当做灯芯，这样懂吗？懂了。然后呢？เตระจาติสุเตเมตวาเอเตลร่ะาจะเตระสยูอิสุจาตีจาตีคือหลงชี่อิสุเขาเสียชด้วยหลงชี่为什么地面多啊？好像是弄湿的意思对，没错啊。哦。弄湿了油容器，哎，不对耶，不所对，因以为得了看这个起来地主像是第几个位？第七七哦。个位哦，所以你不能翻成这个油的容，让油的容器，油的容器是，对吗？我问你该怎么翻？那是就是跟前在面有关系的，让什么？让这个东西，对吗？因为已经把这个东西做成这个东西了，对吗？就让这个东西湿了，在德拉扎地数，意思就是说把
这个灯芯怎么样放入这个油的容器里面，让它是这样懂吗？这里问让题它是有，碎，这里也我是再接话加题挖有对地吗？油。因为是第二个个位步数。好，来，让，就是让灯芯嗯。弄湿了，然后在那个迪拉扎迪素油的容器里面，然后最后再把扎它补食物，他怕打，挡。打去饭对吗？午饭，嗯，啊，了解吗？了解了。好，左写题那个富翁啊，说了，你马什明在这个时候，给那几十年那任何人，那萨嘎不能，拉图获得哈鲁尼，木材，种木材。ตุ้มเหชิงเนมันวิวาลิตวาตาใครเหรอทุตสะโกรธขาขลานิอีฟูชางพูดเอเจีย就是建筑物啊，然后ทูละสะตะเกหิย่งชูต้าเตอีเลี่ยวกตวาจั่วเฉินวัตโยตังซินวัตโยร่างตังซินเตเมตวาซูละเตระจาติสุใจโยหลวงชีหรือเนียนแล้วปัสสถะจูพัดตังฟันคือไหมก็อีผู้วงเสนอ很有钱เนาะเรียนอีเซาเฉยบางทีมาหลายจูฟันเอาหน้าหวยเต้าอุชาจูซือเตอัธมาสัง这个句子的主要动词是阿甘属，过去式第三人称复数做了。那前面这个 day 是主词，所以 day 加上加拿那些人们。然后达达。达达应该翻成如此，如此，然后阿甘属做了，然后阿达玛桑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又这样做一个半月了，然后呢？然后再来下一句的主要动词是阿提康达，就是刚刚那个经过超过了。那主词应该是前面的那个 masa，然后 zadaro masa，所以就这个翻译就是 ewa 如此，然后zadaro masa 4个月，然后 ati kanta 过了，就是这个月如此过了，4个月如此过了这个月如此过了，为什么这里边是扎达罗，为什么不是扎达利或者扎达索？因为 masa 是阳性，所以对，它要用阳也性。是阳性啊，扎达罗也是阳性，对吗？数字，所以这个月怎么样过了？然后呢？师傅请教一下，这个4个月是怎么算？因为前面不是已经过了3个月了吗？对，没前错，面那后面又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对，好像太多了。等一下，而且稍等一下啊，等一下，等等等等。
等一下，网络跑得很慢。哦，对不起，你被翻错了。我想就是要翻成半个月，对不起。半个月哈，对，半个月。那个阿塔玛玛莎，阿塔，对，那个要翻成半个月。啊，大家改一下啊。有找到吗？有。这里啊，阿卡马索半个月，好，然后呢？巴萨他南比尼提当。主要动词就是 niti dang 就完是成，怎么把这呀？就是 da pazaya 对，那打这中呀？性，对，对，主词就是，pasa da nang 装饰品，然后对，毕业 nita dang 完成了。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他那吉亚富翁就请什么做黄金的师傅来帮女儿做这个装饰品，对吗？对，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要写？为什么不让国王跟富翁先回自己的国家？就是因为要等这个装饰品先完成啊，为什么要等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装饰品已经完成了。好，那君豪来，ตัดสมิงปิลันธเนจัตตโสวัชิระนาริโยปุปะโยคังอะขะมังสุเวอร์เซนขั้นอีสอปิรันธเนปิรันธนะซึจวงซื่อแต่อีสแล้ววัชิระซึจวนสือนาริโยไลเจอนาริจะซื่อกวนแต่อีสปุปะโยคังซึเจียเหอแต่อีสเอาหน้าขมังสูตรซื้อสมซื้อ这过去是第三人称复数，好，主词是哪个字？主持是那个瓦基纳纳里有转子广，对，专使管，但是前面有加的手，什么意思？这叫做是对，是，是个转子广吗？对，四种。是，这个是说，四个钻石钻石怎光，么样？五怕有感结合了，结合，等一下，你为什么翻这个不是结合动结词合哦？结合，不是，这个不是动词。哦，这不动词，你看。你有看过这个五百优康这个字形容是词，主动词吗？没有吧？没有。要先翻动词，动词是哪个字？阿甘妈祖那个慢速就是已经去了，对吗？已经去了，那个我们翻成对，到也可以，到了，然后五百优康结合组到合，了结合，结合组合对，都可以组合。然后在这里，达斯明比兰特内在那个在装这，饰里面，在那个装饰哦，品里在面，装饰里面。比兰特内也哦，是装饰品，听懂意思吗？懂。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那个装饰品里面，四个钻石光，到就是要把它组合起来哦，要把那个意装思就是饰说，物，在这个装饰品里面，它怎么样呢？有四个钻石管组合在里面，这样懂吗？懂。啊，可以再一次翻。哎，刚才葡萄就是的部分，B 还没有复习，对不对？对，先复习。等一下呢，那些人。打他阿刚叔如此做了阿他妈上半个月，那达罗玛萨4个月，A 王阿迪甘达如此过了，巴萨他囊装饰品比耶尼提当完成了，扎达索瓦奇拉纳利欧4个钻石管，他们数到了，不把右康组合，达什明比兰特内在那个装饰品里面，可以吗？然后，再一句吧。好，下一句，对。下一句没有主要动词，怎么所办？以模仿前面吗？加阿甘曼苏。很好啊，不错不错，接啊，卡芒素，然后呢？哦，主席是哪里哦？你有是管，对。所以是牡丹兰，牡丹是什我么？打呢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穆牡丹，达呢？牡丹，之前有，对不以前翻过吗？穆达呢？对？对，好像有，之前有讲很多宝物，富翁拿很多宝物，对，珍珠。珍这里珠啊，哦，珍珠，珍珠对吗？对，穆达有，穆达，珍珠。珍珠这样写吗？对，珍珠，OK，好，来。所以应该，所以 A 加达沙，那里有11管哦，所珍以珠管，是，我打烂了。11，木达拉，珍珠11管吗？珍珠的11个管，珍珠的，对，要加的，珍珠对的吗？十一个因为管，这里是复哎。数，那个对是对对，第6个位数部，对吗？对，所以珍应珠该的11个管怎么样？对阿甘曼殊到了，所以应该也要加五八优甘嘛，对，没到错。了结合，对，到了结合，然后呢？然后还没，下一句应该还没，还到没有了，完成。上面你还没有模仿好。要。还有大师名比对，那而且达在这尼，里，对，这个也要下来。对但这个，OK，专注，再次翻。大师名比那达尼，但这个哎，但那个装饰品，牡丹上 A 不跟是不达达是尼不是这样翻，莫达那埃嘎他萨哪里有种珍珠的11个管，怎么样珍呢？珠西瓜他们数到了，到不把然有后康组合达什明比珍兰特珠内在那个装饰在里面，装饰品里面对吗？珍珠对，没有关系，还有下一句。下一句也是模仿前面，对包也巴萨主要。是珊瑚，
哎，珊，啊，我来想是珊瑚，啊，他威士忌是多少？我是比是比那个，啊不，啊，查一下数字，他威士忌多少？22。22。22，那怎么翻？也就是帕瓦拉沙帕维沙迪那里有珊瑚的22管，阿甘曼苏到了乌巴尤干组合。然后还有他使命皮兰丹呢，在那个装饰品的时候，在装饰品里面，哦，在那装饰品的里面，就是把这些22管这个珊瑚，把它组合在这个装饰品里面。对，所以在这个装饰品里面有很多宝物，对吗？哦，对，高级。然后再一句。这一句是哪里的？是模拟哦，我不知道。哎，嗯嗯，哦，那就感觉哦，给盯所上以多是，少？哎，33。对，33。所以玛丽娜模拟的三，得盯上，那里有33管。阿甘曼殊到了，乌巴尤干组合，大使命皮兰达呢，在那个装饰品的里面。在那个装饰品里面懂了哈懂。，OK，好，我去再一次翻。จัตตโสวชิรนาลิโยซึ่งเกิดจวนสือกว่านอากำลังสูบเต้าเลยอุปโยคังจูเหอตัสมิงปิรันทเนใจในกระจองซื้อผินลีเมียนมุตตานังเอกาทัสสะนาลิโยจันจูเตสืออีเกิดกว่านอากำลังสูบเต้าตาเลยอุปโยคังจูเหอตัสมิงปิรันทเนใจในกระจองซื้อผินลีเมียนปะวาลัสสะพาวีสติสันโหเตเออสือเออเกิดนาริโยกว่านอาคมังสุเต้าเลอุปโยคังจูเหอตัสมิงปิรันทเนใจในกระจองซื่อผินหรือเนียนมณีนางเตสติงสะหมัวหนีเตสันสือสันเกิดนาริโยกว่านอาคมังสุเต้าเลอุปโยคังจูเหอตัสมิงปิรันทเนใจในกระจองซื่อผินหรือเนียนเคยมา就那个模拟是什么东西啊？模拟，嘿，玛尼，等一下查，等一下给你看那个照片好了，行，模拟，我没有，中国没。等一下。OK。类似水晶球这种，哦，这是模拟的，对。好，然后我们往下看到两刑法师吗？对。然后来。
主要动词啊，对，就是那个阿甘玛啊，西，阿卡玛西，阿卡玛西就是到了。对，到了。阿卡玛西告诉我们什么？第三人称单过去式单数。对，哪个就是我第哪个就是第三人称单数？第三人称单数，哎，哪一个字？那都是复数呗。对，A 又 he 加 A 2对吗？加 he 什么字？加我们有看到一个关键字，就是你谈呢、你啊？你谈呢、啊？谈你了，谈呢、啊？是什么意思呢？哦，就是完成了。完成，但是这个是什么？又或者呀，对吗？对，又不怎样？什么东西完成呢？东西，那些东西，刚才讲到什么东西完成？那这里，些这里，这里。装饰的东西，对不对？这里这里，装饰品完成了。对，然后他才会解释里面有哪些东西，哪些材料，对吗？哦，对。对，所以这里我们就接什么？当，简单。把啥它能？把上对，他那当把啥它能？把上那个装饰品怎么样呢？等下我们看翻一点，我们翻成如此。那个装饰品怎么样？如此完成的。不是要如此，要跟这个主要动词一起翻。哦，主要动词到了，那个装饰品如此到了，然后，day he 是那些吗？等一下，你谈了，你还没有翻。你塔那是完成的，对，那个装饰品怎么样？啊，他妈的，到了，你到谈了，完成了。完成，到了完成，然后呢？对，这里是怎然么后翻的呢？？A day he ja an ye he ja la ta ne he la ta na 是什么意思？那是车子吗？不是，那个那是宝的意思。哦，宝。所以三宝就是什么？第二个三呢？宝。五宝松。滴落单呢？第二个呢是三宝。哦，好，宝，那个呢是宝。对，过什么？过那些你看，其他，这里有。对，在这里有跟对吗？对，跟，透过那些什么？哦，透过那些。那等你。宝，对，那些宝跟什么？安耶希。跟其他的对了，其他的什么？宝，对，意思是说，除了这些宝以外。还有其他的对，宝，懂意思吗？对，那个装饰品透过了那些宝跟其他的宝怎么样？到了完成，如此到了完成。哦，如此，到了完成，可以吗？可以。好，再一句吧。好，达摩到巴萨他能，对，他们是财宝，巴萨他能就是刚才讲的什么巴装萨，饰品对吗？对，装饰品。然后阿苏达摩央苏达，这里是线的意思，线，我们用来缝线，补的那个线。阿是没有吗？对，没有，有是没有？麦秧这里啊，不是我们的意思哦，是制作的意思。哦，制作。对，巴沙他能怎么样？
装饰品，这里没有主要动词，对吗？对，只有自己加，加什么字？欧弟，啊，加活的。装饰品是啊，苏打么样？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限制做。对，没有限制住哦。哎，奇怪哦。那怎么组合那些宝啊？用镶嵌的，对，好，那装饰品我的是阿斯达么样？没有限制做的。好，然后我们往下看，拉差得呢，苏达吉章格林苏。打铃鼠是做对，格林苏是做啊。第三不人可，称过又要去告诉式你复们什数么？啊？有国第文三人称啊，复数对吗？所以主词是什么？比较简宝单一点吗？是，没有，做啊，宝不能做，不，人才可以做啊。而且呢，真的，人怎么样呢？人们。人们做了，说打是什么意思？是刚才但讲，是，刚刚而我已。刚刚才讲。这里，哪里？哦，线。对，线，给张什么意思？第一张是，是四。拉萨达是赢的意思。是一，是给一呢，这第个。几个位？第三个歌。对，好，怎么翻？那他不是国王吗？不是，那个是拉差。哦，是赢哦。对，哦。拉萨达不是拉萨达，要一起三个字哦。哦，拉萨达，拉萨他达，是用银的线呢，用银怎么样？用银等于说，做对，做了什么？线的事，对，这是什么意思？就把银拿来做线缝了。对，懂意思吗？人懂。们，现在人们拉萨德呢，用银格林数做了苏打吉章，就是线的事。然后呢，当然后，提得把底木刚，把它比停卡萨德，那彻底失去。对，卡萨德，什么是第现几人在称？是第三人称单数，好，那主词是哪个字呢？我们有看到当什么？当那个什么那跟个前面一样，把那啥它个当，人当把呢、啊？啥它当，那个装饰品那怎个么样呢？装饰品就去，这里不能翻成去，翻把成地到就木好，跟翻成到就好。倒，那把地木跟是什么词？我不知就道。披上的意思，但是大家看，这里是打巴扎亚哦，我们看不出来，对不对？巴铁木刚是披上的意思，但是对。是打巴扎亚，披上需要有受词吗？要啊，要，所以要找第几个位的名词。第三个格位，对，这里我们接什么字？加那维个，达卡亚。哦，维三对，卡耶那个装是饰品被维萨卡被怎维样萨卡披披上。上了？在哪里？其实是紧吗？头头哦，在头上，然后呢？在头上，然后就把大臂听那得去了，到了哪里？到了把大臂听把它是什么意思？脚，脚比停是背面，背面。对，那哦，是什么意思？就从头到脚，对，就是那个当这个维萨卡穿上了这个
装饰品，就是它从头怎么样，长度是到脚那里，哦，了解吗？哦，西塞是第七个格位，对，第七个格位。哦，就从头到脚。对，好，V 这一次翻了。你刚才复习到哪里了？到一滴还是哪里？一滴复习了吗？还没。还没，嗯。好，来，当菩萨他拿那个装饰品，嗯。一滴如此啊，看嘛是，到了，你才能完成，都行，先这样，A day he 咋，an day he 咋，la da ne he，对不起，当菩萨他拿那个装饰品，A day he 咋，an day he 咋，la da ne he，透过那些宝跟其他的宝，一滴如此啊，看嘛是到了你才能完成。菩萨他能，装饰品佛底是阿苏达摩样，没有限制做的。ชนะเหรินเมินรัชเตนะอีอินกะลิงสุจั่วละสุตตะกะกิจจังเซียนตะซือตังปิรันธนังตังปัสสาธนังนักจองซื้อผินวิสาขายะเป้วิสาขาปฏิมุกกังปีสร้างสีเสใจโถสร้างขจติเต้าละปะทับปิดถิงเจียวตะเป้เมียนคือมา哦，可以，讲得好，我非们往下好。看，苏联师姐，从打算开始，我们先看先到句子第是一放个哪里？逗号，先到第一个逗号，红底，对，顶我们先底，看句现子啊。在是第三个声部。对啊，你看意思，我们先看意思了。mudita 是印章、戒指的意思。yocetava 是结合或者组合。gata 是做，对吗？suvarnamaya suvarna 是黄金，maya 刚才讲的就是制作。kantika 是，这个是怎么念？忘记了。警示。紧对不对？进，紧还是紧？第二个，第二个紧啊，紧，紧是啊，紧是。好，那在这里该怎么翻？我们先看哪个字是主词呢？在这里会可能会有一点复杂。คันธิกา其实คันธิกา如果放在这里会比较容易看的，就是警示哦。警示怎么样？警示看题吧，所以这个警示是复数咯。对，复数，这里是红底嘛，所以是哦，复合对吗？警示红如果底。警示在这里啊，这里只是嘎哒是它的形容词对吗？嗯，被谁呢？被人们对解释你，是你被人们怎么样？组合，真是好惨啊！被人组们合如何？做了穆提嘎印章戒指，达斯明塔内，在那个地方。然后再怎么样呢？红底是สุวรรณมยังค์黄金制作的。มุทิกาเจ้าก็คือ它是
第几个格位？嗯，挺杂。第二个格位吗？对，第二个位没错，变化跟什么字一样？变化跟干压吗？对，没错，干家啊，好，再次翻，哈，是，看你是被人是不是？对，被人们怎么样？所以是参你呢？是你呢？是你呢？住，是你呢？是你呢？是你都可以，就是被人怎么样组合，然后。优缺多啊，然后做成做成什母么？体嘎，印章、戒指。一张戒指，然后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然后方。在那个地方，然后嗯，就红底对，是黄金制作的。对，这样懂吗？嗯，对，好，那等一下你先看一下哦，等一下我就回来。好，好来，ลัสตมยาปาสาปาสกา哎呀，อ巴ืม塞嘎，ปาสกา感觉这一句又要复制前面了，对，没那错。就骰子被人们做，骰子怎么样？骰子被人们做，诶，可是要做成什么？其实这样比较简单一点，他只是要解释说这个骰子这由什么东西制作的，所以我们简单一点就是直接哦，接什么，接魂底，加红底，对，就是哦，中骰子怎么样是骰子是银做的这样，银制作的，那这他妈呀，银制作的，对，好，往下看。然后母鸡嘎，一一个嘎母鸡嘎是红底，么？大一个木鸡蛋，嘎妹姐头的什么？一嘎木提嘎，一马前个边。一个戒，一个戒指，一个印章戒指怎么样？一个印章戒指，有。红底活地有。在哪里？然后在头上哦，图马的中间，达卡梅杰在头的中间，对，在图的中间。然后呢？印章戒指，然后接着就维苏卡纳巴比苏，这是怎么好像第七个格位？对，没耳错。朵。甘那是耳朵啊，鼻涕是什么背对吗？这个背面。耳朵的背面，对，但是为什么这里有头尾？它为那就在两个印章吗？对，很好。里它面有为一张戒指，mitiga 怎么印样？章戒指，然后就红底文底。是在有在哪里？林树安娜巴蒂树在两。个耳朵。
多的背面。对，在两个耳朵的背面，然后呢？然后就一嘎，一嘎又是母体嘎吗？对，没错，ega motiga。法师母体嘎是什么意思？印章戒指，然后就只是某一种装饰品就，对，没错。就是吗？哦，好，就是这种装饰品呢，它又火底又有一个，然后在那个嘎啦哇它。诶，颈部的它是洞，颈部，哇达嘎是洞，颈部颈的部洞。的洞，对。然后呢？然后又提又两个母鸡嘎，然后又在两个叉弄接膝住，盖。对，他两看卢个卡是叉膝奴，盖，两个就是两个母体嘎就红底，在体位数叉奴别数两个膝盖，对，然后呢？然后最后又体位又两个印章母印印章戒章指，戒指，然后就红底，又在两个。提鼠嘎巴里鼠两个手肘，然后最后是，最后怎么有底？一底吗？一滴嘛。就提鼠对一底，就如此，为什么这里有一滴？这个不是说话的，对吗？对。就是等当，等吗？不是不对。是，当有些时候，如果要解释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如果解释很长的话，它也会自己加一滴。但是这个一滴不需要加引号，也不需要再加外面开引号的词，所以在这里你不用翻也可以。哦，好，那就继续提维母提嘎，两个印章戒指又红底，再提维苏嘎提巴提西苏，两个腰部的不两是在两腰个部印章戒指，红底有在提维苏。两个腰，怎么会有两个腰？嘎底腰把贴斜部，就是腰的那个有两个两边，的两边，对。腰部哦，哦，腰部的两边，把铁树，这样这懂吗？里要加红底吗？对，要解。要，也要。这样懂吗哦，大概知道。？OK，好，我可以再一次翻了。那你呢？被人有些的话，组合个大制作的，莫提嘎。印章戒指，达斯明，塔内，在那个地方的什么，堪提嘎，景是，本底是索那玛雅，王星制作的，巴萨嘎，塞子，本底是拉斯达玛雅，银制作的。A 嘎 A 嘎木提嘎一个印章戒指，佛底有，mat 塔嘎 mat 切在头的中间，特为木提嘎两个印章戒指，佛底有特为数甘纳比提数在两个耳朵的背面。
เอกามุทิกาอีกะอินจังเจียถือโหนติโยคละวัตตะเกคละวาตะเกใจจิงกู้ตะต้องทะเวมุทิกาเลียงเกะอินจังเจียจือโหนติโยทวีสุชันนุเกสุใจเลียงเกะสีใกล้ทเวมุทิกาเลียงเกะอินจังเจียจือโหนติโยทวีสุกับปะเลสุใจเลียงเกะโจโจทเวเลียงเกะมุทิกาอินจังเจียจือโหนติโยทวีสุกับติปะเทเสสุใจเลียงเกิดยาวคู่ขึ้นมาพี่เอาหน้าอมหลองเชี่ยขั้นเต้าอูชางชูซื่อ第一句的主要动词是嘎铃薯做了，是过去式第三人称复数。那看起来没有主词。对，所以这里我们加สวรรณกาละส่วนนักการลักษณะก็คือจั่วหวังจินเตอเหรินเมิน好，那就狗把那自娱，然后说完那嘎啦加拿做黄金的人们，在哦，然后这在上面把沙达内在那个装饰品嘎铃薯做了诶，刚摸狼。一只孔雀。对，知道意思吗？是，就是在那个装饰品上面用黄金做了一只孔雀。就是一个花样，哎。做成这个孔雀的花样。สุวรรณกาละสุวรรณกาลาสุวรรณกาลาชนาอาตุสิโขปนะเจือหรือสุวรรณกาลาชนาเจือจั่วหวังจินเตอเหรินเมินตัสมิงปาสาปาสาทะเนใจในกระจองซื้อผินอลิงสุจั่วเหรอเอกังโบลังอิจือของเชื่อเอาแล้วเนอะโอ้โหเชื่อ下一句的主要动词是阿黑笋，是黑过色。去式第三人称复数，对，已经是，然后主词应该就是前面的那个字，班扎巴达萨塔尼，这是五没百有。羽毛，对，五百只羽毛，500只羽毛怎么样？前五面，百只羽毛。前面这里好像有形容词，对吗？以黄金制作的，对。的什么？以黄金制作的五百只羽毛，对，然后呢？有这个当分有嘛？啊，很熟，有在哪里？他有提哦，在那只孔雀的右边，达萨摩拉萨。对，摩拉萨达萨摩拉萨，在那个那只孔雀的右边，他提那把谁？听得出来吗？好，然后呢？那下面也是主词，也是班扎巴达萨塔尼，五百只羽毛，然后阿很鼠在，然后达萨摩拉萨，我们把谁？哇马巴塞在那只羽毛那只孔雀的左边。对，那只孔雀的左边，所以这里我们要接完整一点，我们就应该加什么字？达萨摩拉萨。这样就会比较完整一些，然后呢？然后，然后主词应该是蹲党鸟不是，嘴，不对，是，没错，还是蹲。蹲汤是鸟的嘴，然后巴拉瓦玛扬，巴瓦拉玛扬。
所以要加个动词，加好底嘛。好，好底是，然后巴瓦拉玛扬，珊瑚制作的。然后呢？然后再来下一个是主词是阿奇尼眼睛，这是复数。哎，那主词要用阿黑是，哎。然后就玛雅尼，摩尼制作的，然后呢？然后那个吉娃是什么？吉娃是颈部，颈颈脖吗？脖子啊。脖子，对脖子。脖子跟如果这样写的话，就是不完整的句子。我们应该要解释，就是模仿前面的，就是吉娃加脖子两个扎根什么？冰茶呢？跟你尾巴尾打巴的你，然后怎么样？打阿他，黑我阿黑熊是怎么阿样？玛尼玛雅呢？有，好，跟前面那个一样啊，对，就是模仿他。用模拟制作的，对，好，然后呢？然后这个是主词是巴他那里哟，羽这个字是对，羽毛羽就是，毛管。怎么讲呢？这是假设这个是羽毛，然后这里是这个，哦，啊，羽毛管，然后也是阿黑这鼠，个字怎么念呢？金，金呢？看得懂吗？懂，羽毛金，然后阿黑鼠是，然后拉扎塔玛雅银制作的，对，然后呢？然后，张嘎。小腿，对，那这应该也是复数吧，所以应该是是阿不恒，不，没错，阿阿黑恒说，属是。好，那达塔如此，然后那扎塔玛雅银制作的，对，这样大家了解吗？阿黑书怎么写？阿黑书这里啊，可以模仿这里吗？都是模仿前面的，阿黑书是的意思。是成为都可以，是成为有，可以吗？可以。好，很快的复习。好，来，โคปนะจื่อหยูส่วนนักกาลาชนาจื่อจั่วเจเกอหวังจินเตอเหรินเมินตัสมิงปัสสาทะเนใจนาเกอจวงซื่อผินกะลิงสุจั่วเหรอเอกังโมลังอิจือของเชวยปัญจะส่วนนะมะยานิหวังจินจื่อ由黄金制作的班扎巴达斯达尼五百个羽毛，阿黑熊有了，达萨摩拉萨，塔奇纳巴塞在那只孔雀的右边，然后班扎巴达斯达尼五百个羽毛，阿黑熊有了。วามปัสเสใจตัสสะมูลสะวามปัสเสใจแน่จือของเชื่อจะจวเปลี่ยนอันโทษเนะตุนทางเจียวตะเหนียวตะเจียวเหนียวตะจุยโหติซื่อปะวาละมะยังสันหูจื้อจั่วตะอคีนิเย็นจริงจงเย็นจริงเหสูงโหนติโหนติซื่อมะนิมะยานิ
由什么模拟制作的？T 蛙脖子两个爪，跟冰茶与尾巴的羽毛，粉底是，对不起，打茶如此，粉底是。玛尼玛雅尼啊，模拟制作的。然后，你要接粉底或者哎黑松都可以。然后巴达那那里有就是羽毛的茎嘛。然后粉底是拉斯达玛雅银制作的，长卡小腿。打他，哎嘿怂，是什么？如此是拉斯达玛雅银制作的，可以吗？可以。好，那我们先到这边。